萨顶顶原名叫周鹏，2001年就出道了，但一直不温不火，甚至都没有什么名气可言。直到2007年的时候，周鹏突然改名叫萨顶顶，然后以民族特色的音乐风格闯入大家视线，而一曲《万物生》更是将他推上了春晚的舞台。网友通过微博爆萨顶顶在2016星光璀璨元宵节晚会上假唱的视频，视频中他的话筒竟然都拿反了。这段视频在微博曝光后引起不小的争议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调侃：假唱的最高境界我服。近日萨顶顶现身北京机场，当天萨顶顶身穿白色长款卫衣搭配灰色长款外套，一路低头疾走，掩面前行，尽显低调。自从假唱事件过去以后，萨顶顶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。2001年至2002年连续2年登上央视春晚演出，2004年以原名周鹏发行首张专辑《自己美》，2005年正式改名萨顶顶。因为假唱现在名气大落，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他，你还记得他吗？